你们都准备好了吗？那还等什么？赶快动起来吧！我们大家一起来到科学跑跑，一起动手动脑，哒哒哒哒。科学不是随便说说，那么简简单单，需要我们细心观察，哒哒哒哒。一起动手动动手，动动动动动动动。我喜欢科学游戏，我相信我自己。一起动脑动动脑，动动动动动动动。科学世界没有烦恼。科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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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不是随便说说，那么简简单单，需要我们细心观察，哒哒哒哒。一起动手动动手，动动动动动动动。我喜欢科学游戏，我相信我自己。一起动脑动动脑，动动动动动动动。科学世界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啦啦啦啦啦。学习科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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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游戏里学习科学啦啦啦啦。智慧树下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智慧树前做游戏，欢乐多又多。小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智慧树乐园。好像很累的样子。嗯，对呀，好累呀。嗯，小咕嘟刚才刷牙刷累了。刷牙还会刷累啊？对呀，小咕嘟，刷牙怎么会刷累呢？我们都不太清楚什么意思呀。咕噜咕噜，红果果绿泡泡，你们想啊，刷牙要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还要转个圈圈。你说多累呀？要是我们长一颗牙就好了。小咕嘟，你多练习几次啊，就一定会熟练的。而且呢，每一颗牙齿啊，都是有它们的作用哦。啊，嗯，都有什么作用吗？哎呀，这样吧，小咕嘟，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好玩的科学游戏，来让你知道每颗牙齿都有什么不同的用处，好吗？好吧。好啊。好，首先呢，我们就让颗粒颗粒来告诉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材料吧。好的。香蕉、胡萝卜、面包、鱼片。啊，我们的小船员们已经到了，赶快去迎接他们吧。好。亲爱的小船员，快来吧！泡泡船长准备呼唤你。今年五岁，张子宇今年五岁，
王宇珍今年五岁，林佳玉今年五岁。欢迎小朋友来到泡泡飞船，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哎，小船员们，往常在我们的泡泡飞船里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做好玩的科学游戏啊。那今天呢，哎呀，在做科学游戏之前，我先来请大家吃点好吃的东西。哇，好幸福啊！快看，哇，为什么？为了什么？面包。这个呢？鸡蛋。啊，这个是鸡蛋，这个是什么呀？鸡蛋吗？闻一闻，小朋友闻一闻。是什么呀？鱼片儿，对不对啊？鱼片儿干。哎，好，那这样吧，我先来请我们的四位小船员呢，都来品尝一下美味的这个食品啊，来任选一个，你想吃什么？吃面包？那你们俩一人一半，好不好？来，我们这个小船员们刚才啊都已经把手洗干净了啊。好，我们这边两位小船员。那你们就吃一片好不好？好，来，一人一片，尝一下。好。怎么样？味道如何？好吃吗？一定好吃吗？挺好吃是吧？挺好吃。感受一下你们在吃东西的时候，这个牙齿啊，它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我们先让小朋友把手里的食物先放到盘子里，然后一个一个吃，好不好？好，那这位小朋友呢，跟我们讲讲吃面包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呀？把面前面的牙咬，用前面的牙咬，把面包咬下来。那刚才这个小朋友说了，是用后边的牙来嚼，对不对啊？嗯。哎，那这边的两位小朋友在吃鱼片的时候，一开始咬是用哪儿啊？前面的牙。前面的牙。前面的牙。啊，我们俗称这个门牙，门牙或者是板牙啊。但是把它咬碎之后，嚼是用前面的还是用后面的呢？小朋友忘了，那我张开嘴指一指，我建议你再吃一小口，感受一下啊。来，哎，好。前面的牙来咬，咬完以后嚼是用哪儿的牙呀？感觉一下。也就是后面的，对不对啊？嗯，这样吧，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能够感受到，我们这里啊有一个口腔的模型。哇，哎，我们的牙齿就是长成这个样子的、啊、就是这个样的。嗯，刚才小朋友说了，我们在第一口咬的时候通常用的是前面的牙还是后面的牙呀？前面的。前面的啊，就是这个。哎，那在嚼的时候用到的是后面的。后面的啊，说的没错。那么这个简单的来说，就是前面的这些大牙，我们是负责把这个食物给切断。嗯，如何把这个食物把它给咀嚼碎了以后再咽到肚子里呢？是靠后面的大牙也叫做磨牙。好，我们有了一个大体的分工之后呢，小朋友们不要认为我们的这个游戏就结束了，游戏就结束了，或者说我们这个美食就结束了，因为接下来还有美食等待着大家，快看！等等等等，哇，这个是什么呀？香蕉。英语怎么说？我都知道啊，法语怎么说呢？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啊。谁想吃香蕉呀？啊，这样吧，我们吃香蕉就让女孩子来试试吧。一人拿一根香蕉，来感受一下，香蕉是软软的，可是咬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牙咬的呀？嚼的时候呢，是用哪儿嚼的？哎呀，看他们吃的好香。好，那这边有两根胡萝卜。胡萝卜，说到这个胡萝卜，哎，非常有营养的食物啊，但是呢，却有很多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呢，都不爱吃胡萝卜。爱吃胡萝卜。你们俩爱吃吗？哎，爱吃。为什么我们要吃胡萝卜呢？因为这个胡萝卜含有这个胡萝卜素，哎，对我们眼睛特别好，尤其好。嗯，小朋友千万不要挑食啊。这样吧，男孩子既然说了喜欢吃这个胡萝卜，哎，今天就巧了啊，你们两个都喜欢吃，来尝一尝。我们一人拿一根胡萝卜尝一尝。胡萝卜硬不硬啊？那你们咬胡萝卜的时候是用门牙咬吗？门牙。是哪？门牙旁边的这个牙。一般好像摸起来尖尖的。你们知道这个尖尖的牙叫什么牙吗？不知道没关系，我来告诉你们啊。小朋友们快看，在我的这个门牙两边呢，有两个尖尖的，就是虎牙，也可以叫尖牙。尖牙。刚才小朋友已经表达出这个意思了。香蕉比较软的时候，它可以用门牙前面的门牙来把它给咬下来，咬碎啊。可是呢，在吃胡萝卜的时候，胡萝卜有点硬，我们用到了哪个牙呀？虎牙。虎牙。虎牙，非常棒。小朋友们快看呐，
前面平平的呢是门牙，主要用来切断食物。两边尖尖的呢是尖牙，用来捣碎撕裂食物。而后面大大的是磨牙，它们负责把我们吃掉的东西磨碎。你们知道了吗？那小香好厉害，美了一根香蕉啊！所以他们刚才已经没有顾不上回答问题了。对，这个营养已经。但说到这里呢，我们这两位小船员呢，哎，吃胡萝卜能够吃得这么认真，我们是不是要为他鼓鼓掌啊，小朋友？哎呀，太厉害了！能吃得完吗？啊？还硬啊！吃不完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一会儿再吃。我的建议是休息一下。这个吃胡萝卜是应该的，可是这么小的小朋友一次吃这么一大根，可能也有点这个量太大了哈。在家可以把它切成片。哎，我们刚才其实更主要的让大家感受一下不同的这个牙齿它们的这个作用啊。哎，那刚才聊了这么多呢，其实是为了让大家呢了解我们的牙齿的构造和不同牙齿的作用。那接下来啊，我们有一个问题要问一问电视机前的小朋友。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快来看，这里有两个动物，它们分别是什么你们知道吗？老虎、山羊。哈哈，太棒了！这边还有两个好吃的东西，是什么呢？青草、肉。答对了。那你们能给下面的两个动物找到他们爱吃的东西吗？老虎爱吃什么？爱吃肉。那小朋友们，你们平时用什么牙齿来吃肉呢？尖牙。哇，那快来，让我们看看老虎的牙齿。老虎因为喜欢吃肉，需要用尖牙来把肉撕裂，所以它们长有两颗很锋利的尖牙，这样它们吃起肉来就更方便了。那山羊喜欢吃什么呢？青草。答对了。那你们猜山羊的牙齿长得是什么样子呢？哈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为了方便吃青草，山羊长有很多大大胖胖的磨牙，这样就可以很快地把青草嚼碎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其实呢，了解我们的牙齿，爱护我们的牙齿，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对我们提高生活质量都是很有帮助的。说的没错，林淘宝。那不知道我们的好朋友小咕咚在今天学到了些什么呢？好，一起来问一下呼叫小咕咚。小咕咚知道了，牙齿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小咕咚还学会了一首关于牙齿的儿歌呢。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说儿歌啦。小小牙齿用处大，吃饭说话都用它，吃完东西漱漱口，早晚记得把牙刷。小朋友们再见。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而且很实用啊。而我们的四位小船员呢，在今天的游戏当中呢，表现也很出色，让我们来鼓励一下吧。好，让我们来鼓励自己好不好？一起来说，小朋友，小朋友，你真棒！小朋友，小朋友，你最棒！当然了，如果电视机前还有其他的小朋友有更好玩更有趣的科学游戏，同样欢迎大家来信告诉我们。是的，那下周同一时间呢，我们会继续带领大家做好玩的科学游戏，如果你们想参与的话，就请爸爸妈妈帮你们准备好以下材料。我们需要准备磁铁。好的，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一起说，一起说，科学泡泡，动手动脑，细心观察，探索奥妙。耶、yeah! ！别忘了，下午同一时间，泡泡飞船会继续带你探索奇妙世界。嘿，我是知道点博士。哦，嘿，我是知道点博士。哦，我是知道点博士。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有两座大山，在两座大山中间有一座小桥，有一只小熊想要过桥。哦，小熊来了。哦，过吧宝贝儿。哦，小熊掉下去了。哦，怎么办呢？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帮助小熊过桥呢？用重的东西把
纸的两头压住。哦，比不比不，用重的东西把纸的两头压住。好，让我来试试看，用砝码压住。现在我让小熊再来试一试，过桥喽。哦哦，纸承受住了小熊的重量，小熊可以过桥。不过小朋友，除了用重物压住桥的两端，还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也能让小熊过桥呢？把纸折一下。哦，把纸折一下，好吧。是像这样吗？对。我把它放上去。哦，小熊要再次过桥喽，让我们看看能不能成功。小熊快来吧。哦，让我看看这座桥能不能承受住你的重量，有难度哦。哇，好，成功了，小熊又成功过桥了。哦，不过这个姿势有点不太舒服，而且也有点危险哦。小朋友，你们还有别的办法吗？折成一个桥的形状。折成一个桥的形状。嘿，小朋友，我看见你了。哦，是这样吗？是。好，我来试试它能不能承受住小熊的重量。比不比不，又成功了。小朋友，你们真棒，已经想到三个好办法了。哦，你们还有其他的好办法吗？想不出来了。嘿嘿，知道点博士想到了一个好办法。知道点博士用折纸扇的办法折了一座小桥，快来看看吧。哦，它可以躺着，还可以邀请小伙伴哦。当当当当，再来一个，快看呐，它承受住了三只小熊的重量。小朋友们，怎么样？我知道点博士还是知道那么一点点的，为我鼓鼓掌吧。小朋友们，赶快拿起木棍和绿泡泡一起来学齐眉棍吧！敬礼，起立，开山劈路，河沙瀚海，爆发流水，龙腾虎跃，左右扫把。就和绿泡泡一起操练起来吧。走吧。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小咕咚。铃铃，我是你们的朋友，我叫铃铃，我能接电话、看视频、聊作品、听微博，你们一定要记住我。嘿嘿，咕噜咕噜，绿泡泡，铃铃，小咕咚今天好高兴，好高兴呀、小咕咚，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高兴了。因为今天啊，我们又要公布幸运小观众的名单了。哎，对呀对呀。铃铃，好的，现在就让我们来看吧。他们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阿比利阿布都卡德尔，北京市海淀区刘佳瑞，河南省郑州市徐子航，辽宁省大连市杨子潇，江苏省南京市卢贝妮，陕西省咸阳市蔡百润，天津市津南区刘金晨，河北省沧州市陆冠瑜，浙江省绍兴市李雪晴，江苏省苏州市张以沫。恭喜啦！那电视机前还没有给我们来信的小朋友，就抓紧时间给我们写信吧。在今天的科学泡泡里呢，我们又做了一个好玩的科学游戏。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可以把你在做科学游戏过程当中拍摄的照片或者是 DV 寄给我们，凡是来信的小朋友都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咕噜咕噜，知道怎么联系我们吗？和我们一起飘起来吧。发条微博和我一起分享吧，艾特我，传张照片和我一起分享吧，艾特我，拍段视频画张图画寄给我，信息地址一定要记牢，要记牢哦。北京市雅丽三八信箱，第二段时间智慧树栏目不动手，雅不动手，有只编码是雅丽丽丽三八啦啦啦，小朋友们快点来信吧，快点来信吧。小朋友们再见。注意了，红果果和绿泡泡又要为大家带来神奇的创意作品了。咦，在拼图时间里，小朋友们又拼出什么好玩的作品，还有创意达人又有什么奇思妙想呢？小朋友们是不是很想和我们一起玩创意呢？那就一定要收看明天的智慧树。绿泡泡绿泡泡绿绿绿，